念願のマリアちゃんの手作りお菓子。ん？これは何やらとても香ばしく美味しそうな匂いが向こうからだわ。ちやほやされていい気にな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わよ。こんな平民が作った貧相なものを生徒会の方々に食べさせようなんて不相応にも程があるわ。やめなさい。カタリナ・クラエス様、あなたたち一体何をしているの。マリアちゃんの手作りお菓子なんてこと。その罪許しがたし。悪役顔の効果は絶大ね。それにしても、ん、なんていい匂いなの。おいしい。まろやかな舌触り、絶妙な甘さ加減、これは歴代お菓子の上位にランクインよ。地面に落ちてしまったものでしたので。落ちたのは芝生の上だったし、ほとんど汚れてなかったから問題ないわよ。そうですか。それにしてもプロの料理人が作ったお菓子にも全然負けないくらい美味しかったわ。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かわいい。这个片段应该是我看了这么多番里最喜欢的片段之一了，非常的举例举气啊。然后这个片段同时也表现出了女主的两个特点，第一，她是一个吃货，第二，她是一个邪恶的角色，直接把其他的小朋友们都给吓跑了。嗯，这个片段出自今年的四月番，转身成为了只有乙女游戏破灭 flag 的邪恶大小姐，名字还是蛮长的。不过好像最近的异世界番里的确有很多又长又拗口的名字。这部番刚出来的时候，其实看海报倒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女主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可爱，所以觉得应该只是一般的异世界番。但是看了之后发现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目前豆瓣评分是 8.8， 所以也还不错。然后看了这两幅海报，第一幅海报是女主周围有四个男主，其中有两个比较主动，有两个看起来比较傲娇。第二个海报是女主周围有三个妹子，并且很开心。不过这里为什么是用四叶草？难道不应该是某种白色的花吗？名字比较长，所以去查了一下它的简称。官方的推特它给的简称是哈梅弗拉，应该是因为破灭 Hermes 和 Flag。然后说到人物，这部番的女主是 Catherine Class， 人设是一个邪恶的大小姐，然后声优是内田真章。去查了一下她配音过的我也比较熟悉的角色，其中比如有《中二病也要谈恋爱》里的妮卡，要来点兔子马的里的夏露江，去年一月番里的《盾之勇者成名率》里的 Melody。然后要来点兔子，然后第三期好像是今年七月上映。盾之勇者的话是第二期和第三期已经宣布了自主决定，所以还是蛮期待的。转身进入的乙女游戏中的女主叫 Maria Campbell， 然后她的人设是庶民的邻家小女孩，声优是早见沙织海亚米。其实说到早见沙织，第一反应就是她 CV 的 Yukino Yukista， 然后是我的青春恋爱物语果然有问题里的女主。其次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比宇宙更遥远的地方里的白石铁月，然后还有一个是今年一月番那个叫盾之萝莉里的夏卡斯米。总的来说早见沙织他给我的感觉是大小姐啊，沉着冷静，当然虽然也有点腹黑，所以让他来 CV Maria 这种平民小女孩的角色还是蛮意外的。说了这么多，我们就回到正题。故事中的 Katarina 她是闻到了蛋糕的香味才发现了 Maria，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蛋糕香味的问题。蛋糕中它有香味主要是因为发生了美拉德反应，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化学反应。其实除了女主烤的小面包之外，生活中还有其他的食物里涉及了美拉德反应，比如说烤面包，煎饺、薯条，红烧肉、牛排什么的。这些看得我都有点饿了。然后另外还有烘焙过的咖啡豆，以及这个东西有没有同学知道这个什么，这个其实是烤棉花糖，其实在日本的动画里还是蛮常见的，比如咬叶露营里就有这一幕，然后女主看起来挺可爱的呀。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反应的发现和命名。美拉德反应它的发现和命名是由一个法国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叫路易斯卡米勒梅拉德，然后这是他当年发表的论文，他是用法语来发表的，然后时间是在1912年，就100多年前的事情了。时间过得好快啊。接下来是美国的化学家 John Edward Hodge， 他阐释了美拉德反应的反应机理。他的研究发表在1953年，也就是说这个反应虽然很早就被发现了，但是是40年之后才把机理搞清楚。这篇文章发表的 Journal 是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是美国化学协会的一个期刊，然后它的主要内容是食品化学和农业化学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是反应条件，这里我总结了两点。第一是它是非酶促反应 non-enzymatic reaction， 也就是说它不需要进行微生物发酵什么的。其次它的反应温度大概是在140度到165度左右，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什么烤蛋糕烤面包的时候，其实烤箱的温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温度过高就会有其他的反应发生。举个例子，比如当温度更高的时候就会发生焦糖化反应。焦糖化反应是因为加热之后糖分子之间会发生脱水缩合，以及这些糖分子它们会分解，具体的反应比较复杂，但其实它们产生的结果就是产生这种棕色的物质。所以如果我们把糖加热融化的话，即使融化的东西并不是液态的糖分子，而是焦糖化之后的产物。然后说到焦糖，其实第一反应能想到的就是 caramel cappuccino。 咖啡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蛮苦的，所以喝咖啡的话我一般都会加很多糖，然后焦糖卡布奇诺的话正好就很甜，所以就很适合我们这种觉得苦的同学。另外如果温度再更高的话就会发生裂解反应。裂解的话它是指有机物在无氧环境下的高温分解，虽然空气中有氧气，但是如果有机物过量的话在局部，那么就相当于存在无氧的环境。裂解说的比较高深，但其实说白了就是东西被烤焦了，分解后它会产生小分子的物质，比如说它会产生甲烷 CH4， 或者是比如说其他的小分子，比如说乙烷。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甲烷和乙烷它的碳氢比其实是很低的，它是一分子的碳1:4，然后对于乙烷的话它是1:3。当甲烷和乙烷它们分解离开了食物之后，其实就等价于这个食物它失去了氢原子，那么等价的来说，对于这个食物来说的话，它其实是碳氢比是增加了，其实就相当于是碳增加了，碳的相对含量增加了，碳的相对含量增加了，所以就会渐渐的变成像木炭一样，最终成为了黑暗料理。另外一方面，过高的温度也会让食物产生致癌物。比如这个物质叫丙烯酰胺，所以做饭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把食物弄得太黑暗了，这样不仅看起来不好看，味道不好吃，并且它也有毒。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反应机理。美拉德反应主要是还原糖中的糖基和氨基之间的亲和取代反应。然后糖基的话，我们来回顾一下高中的化学知识。糖基的话，它是一个碳和氧之间的双键，然后氨基的话，它是一个氮，它连了氢。然后我们知道氧它的电负性非常强，所以虽然它们之间是共价电子，但是因为氧的电负性强，所以电子它更倾向于集中在氧的部位，所以氧它其实带微量的负电。那么相对的碳，由于电子偏离氧，所以碳它是带微量的正电。同样对于这个氨基来说的话，氮原子它的电负性更强，所以氮原子它带微量的负电，然后氢原子它是带微量的正电。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碳原子带正电，氮原子带负电，所以带负电和带正电容易相互吸引，让这个氮原子去进攻碳原子的原子核，因为原子核是带正电的本质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叫亲和反应。然后这个氨基它会取代糖基，脱去一分子的水，所以这里会断裂，然后一个氧加上两个氢就会变成了脱去水分子，然后最后形成了碳氮双键。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里的糖分子其实就是葡萄糖。葡萄糖好久没有写中文了，不是太习惯。然后这个是带氨基的分子，其实在食物中主要就是蛋白质和氨基酸嘛，然后它们之间会产生
碳氮双键，然后并且脱去一分子的水，然后这个物质叫做糖胺。接下来会发生分子内的重排反应，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碳氮双键的电子，它会跑到这里来，然后形成了硒，然后硒中的碳氮双键的电子，它又会跑到这里来，然后形成了碳氧双键，也就变成了铜。然后因为氧它的电负性比较强，所以这个电子它在氧附近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所以它更倾向于产生铜。然后这个物质因为它有铜并且有氨基，所以它叫铜胺。接下来铜胺会继续发生反应，然后这些产物就让食物具有了香味。当然后面的反应就比较复杂了，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产物。然后比如这个叫做比琴，比琴的话它主要是让食物有烤熟的味道，然后比洛的话是有坚果的味道，然后烷基比定的话它主要是有烤焦的苦味，然后乙酰比定的话它主要是有饼干的香味，氟南酮和氟南它主要是主要也是烤焦的味道，然后恶作的话是一般坚果的甜味，然后赛芬的话主要是肉类烤熟的味道。所以了解了这些物质的味道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作为食品添加剂，让一些食物具有比较好闻的味道。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很多食物加热之后都会有香味，是因为发生了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的温度一般是在140到165度，所以温度的控制非常的重要。然后温度过高的话会有其他反应发生并且会产生致癌物质。所以其实理论上吃烧烤什么的并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毒性的话它最重要的是剂量，所以其实偶尔吃一下剂量不高的话其实也没太大问题。今天就讲到这里，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See you next time. 乙女ゲームの主人公、こんなの誰でもドキドキしちゃうわ。こんなところにいたんですね。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すか？カタリナ。